好杀！真假？我操！好厉害！啊，我的天！我们都能追击一下，但是打后续团战是比较好的。OK，可以啊。是吧？没开了也没关系，人全在后面。 哎，我操！老子掉了，我操！我他妈吓死了！还好他们没回头打我。其实我感觉很有问题，知道吧？罪恶。喂喂，小弟。哎呦，我才干了。其实到后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后面都是。 对，我保你，我查个眼。小心点。火焰哥在上，我觉得把他们越了，真的。保还能保住。操作一下吗？算了，到后面装备都差不了多少了。我们耗好呗，耗好。能耗到。对吧？能耗到。把这把交出来。啊，这我真保不住你。能耗到。他那个火焰哥是上开三组的，下路三组也还全在他。 我要点民族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掉了不少经验，这人真能越。血量，打野再往下走了。对，打野还有20秒能到下，20秒。OK， 上完速走，要被解毒了。我有治疗，速走，别回头，一步都别回。他没闪。对不对 ？AD 没闪。打野没闪。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来，你看一下。可以啊，我有治疗。你别走。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 快一掉！一点眼睛不长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你别走。伟哥应该也要在的，他们绝对要弄你。经验不高，这么多，弄了这么多经验吗？因为我们两个人吃。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我操！哎，没有闪是吧？这个没有闪，没有双招啊。防不到，防不到，现在防不到。 人交给你了，干他妈干！没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骂都骂，操！绝对来的这波辉哥，他们也双，他只能来。确实，好意思。OK，这种情况R5个还是有用的，R5个还是有用的。我操，切换起来吧！我死了呀！没有掉呀，坏了呀！这一大波线，哎！ 好你哦，再扭一个。OK。哎呦，我贴上吧这波。已经贴，他这波好像我他的把他必杀送塔呀，你可能看情况要在前头了。已经很快了。那种团战的话，你就是中补吧，你去中补线。他妈本身就是先手有问题，我们的团战该。我还是两万去，线太多了。我们怎么？但你要说我没 R 中，那我不认。来，我就打。一个狗东西别走啊！我吃完小龙直接到60级，我吃完上狼了，你们可以拿出来了。他们如果想打的话，我们吃完小龙直接我就神没有烦恼了。 俊宇他妈觉得主播啊，为什么没R中啊？关小龙6级可以越线啊。北风换过来吧，去完中线。我直接拉，我直接拉。这把确实这个瑞尔没打好啊，我也没说喷他什么的。这里有眼，我的 A 了。没看到我，没看到。好A，我有盾。 我先去后面冲个走。推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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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没了，这样走的话开一个好团战，他除了辅助没有一和 W 人。然后你踢了，你能走吗？能走吗？我只要闪躲一，我只要闪躲拉不。但是也无所谓的，一把游戏而已，下一次。快跑快跑！好像还是该叠交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后背中我没闪，后背中我没闪。 啊！我刚直接暴落好了，我杀完落好，这样我还不会死。我
可以把这个分眼。压吧。那一句，哎，放哪儿？这个。有什么说法？民族，民族很厉害。民族除了自己自身脆以外，很契合装备，就很契合装备。他没意思，两个血量吧，我吃完几个野人过来。酒桶或者挖掘机。不救的吧？你就救130怎么行？他那个电影动啊！我操！问谁不行啊？但是民族很怕什么？很怕那种。水上帝有踢没？没有。就比如说，泰坦德莱文，谁是德莱文？机器人德莱文。辉哥在后面。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但是这种消耗的，我觉得民族现在是踢里。哎。哎。妖精！我操！就我知道他吗？怎么没有 W 没有闪啊？我感觉玩的还确实。算了算了，妖精没闪。哎哎！我操！救！炸！哎，这逼妖精有病啊！我操！就这种组合，我不把对面压烂。真要宰我！妖精往下走了。真妖精呀！硬斧是由硬斧来掌握局势的，软斧。别动小龙呗，没玩团。老子他妈下路没打出优势，直接喷，好吧。先别控大。我操！我操！这把，然后进没血进吗？这把？这现在。我单挑了，小龙，我直接单挑了。这个破败之王没闪。嗯。妖姬这波有可能下去啊，等他中路漏。好漏。还在想，别变身就行了。我有闪了，闪正好了。好杀。真假？我操！好厉害！啊，我的天！我倒闭了。玩不了，玩不了，别急，露露。都没。好，我的 Q 被他大打断了。哎，我按错了，感觉好像是直接能杀一个。还敢吃啊？还有大没啊？没有。Q 先生，我 Q 先生，我 Q 先生，啊，算我接。该退场了。来来来，那不是假金吗？我操，这玩意有点全是假金吗？黑塔吧，又来了。这个应该在后面。没事没事，辉哥在哪？还不等我上半局，辉哥在等。可以入。哎，火焰蛇。我把上塔 A 了吧。嗯。我说我们是去吃下先锋吧，好像有点太嚣张了，我这个中路站的。去咱们也弄不了你。我操，又宰了。这剑姬怎么杀妖姬的？好杀。OK。哎呀！我他妈现在放不出来了，怎么着？我这波直接开二了。可以啊。皇帝没闪，妖姬贴上了。这波没闪。OK。
感觉可以直吹吹掉了都，我直接开暗，我把他们逼走，来来来，这里这边这边，你跟你这这这这，变羊啊？怎么说？谁救了他？哎，没闪没闪没闪，墙没大墙没大墙没大，哦，有推力棒，好啊，乌兹，快跑！我在跑啊，我走了已经，不用回头，不用回头，我已经跑了，好跑好跑，我也跑了。我已经跑了，直接回头了。OK， 到我们回合了。怎么说？这个是中路这个塔我能 A 吗？还是说我们推上？能。奎桑提，奎桑提没打。不是。哎，大应该好不了。但是这个诺没有大的，诺没有大的，这可以操作。诺有大，奎桑提没大。我真没大。操作一下。这个也没闪，来一个，这个、也没来一个开一下，哇，好推！我操！怎么冲？我来扛，我来扛，你直接冲，你直管冲！闪现 A， 漂亮！哎，这有个人吗？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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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子，来吧，来吧，死了！走了走了走了！我操！完美！辛苦，哥几个辛苦。OK。